含大学，我们台体大学生会合作，一起合办这次的公益篮球比赛。那站在这边呢，我们五个第一件事是感谢，感谢谁？感谢我们这些赞助单位，不只是基隆福伦社，不只是台北统领福伦社，不只是大日开发公司，不只是利阳停车公司，不只是我们庆安宫，也不只是我们金豪集团。真的很荣幸哈，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篮球赛。那虽然呢，基隆现在外面下着雨，那也有一点点的湿冷哈，但是呢，刚刚走到篮球场里面来呢，就觉得非常的暖和，因为看到很多选手都在热身哦。跟家福，因为家福是我们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们跟家福真的谢谢我们所有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的支持、好朋友的赞助，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人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我们才有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试着做出一个基隆市从来没有过的电影篮球趴。谢谢。办过之后，未来我们就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机会，让篮球这个基隆市的市球在基隆继续生根发芽。这个相当精彩的公益电音三对三篮球赛，可以说是汇集了基隆台北场官学各界的爱心，共同促成这个对青少年相当有帮助的活动。而在帮助基隆家福之余，也间接让基隆被看见。官校处处长曾志伟特别呼吁所有好朋友多多到基隆来游玩，认识这个有历史、有文化、有故事，还有特色美食的魅力港都。我们也欢迎大家呢，在好天气的时候也来到基隆，来感受一下基隆的活力跟我们的24小时不断电的挑战的流程哦。那基隆也有很多特色的美食，也欢迎大家来享用。哇，好厉害哦，高射！再次回到我们的场中央，好不好看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哇，一边记者黄润生，基隆报道。